诵的第二首，清净勤修无量劫，若遇初地极欢喜，畜生法界广大智，普见十方无量佛。这首颂啊，我们虽然说了很多，意思没尽，还要做一个补充。我们从这个地方真正明了修行正果有益方便啊，古德讲的净土念佛法门是益方便的啊，确确实实啊，叫门与大道啊，八万四千法门之外的一条修行正果的捷径。让我们在一生当中，正是古德常说的不离生起正法身啊，生起是无量阿僧祇劫，不需要经历，我们在一生当中就能证得法身啊。但是经论里面所说必须具备的条件，我们一定要做到。然后你确实有把握往生，你才真正的法喜充满，你才会做出真正念佛人的好榜样啊！啊，这个好榜样最明显的地方，与一切众生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啊！你想想看，西方世界这样的菩萨，七地以上的菩萨，六合敬还说什么呢？不必说了，圆圆满满的做到了。所以你要是有把握往生，你处事待人接物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啊！你对待一切众生，甚至于冤家债主，你对他都非常欢喜啊，非常爱护，非常照顾，就像诸佛菩萨对于九法界一切众生一样啊。第三句是畜生法界广大智啊，真的，这个初地菩萨那个广大智，我们虽然这个念佛念佛人没有其如这个境界，有相似的啊，畜生广大智，清凉大师说，菩萨生如来家了，见法实性，这个见法实性就是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，得妙
要观察平等性质。啊，这个时候真正转第六识为妙观察之，转第七识为平等性质，真的转了。初地菩萨才真的转了。由此可知，三贤位的菩萨虽然讲转是成智，是相似位啊，我们用天台大师的六级位呀、来说，就很容易理解啊。那么我们今天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是在什么地位呢？在观行位啊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很认真努力在学习的这个地位啊，观行是学习。就能够降伏烦恼习气了。啊，我每天念佛，我每天诵经，每天拜佛，每一天断卧修善，为什么呢？为法界一切众生，包括我的冤亲债主，我不为自己啊，这叫观行位啊。那心量呢，自然就脱开了吗？啊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，是地上菩萨了。我们在前面第一首偈里都读到的 啊，神通境界等虚空啊，啊，神通我讲了就是六根呐、六根的境界跟虚空法界一样啊，就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了。他是真的得到了。三贤位的菩萨是相似的得到了，我们今天没得到，没得到学习观贤位，不能不学啊。要认真努力来学习啊。而且我们修学的成绩都要天天有进步，年年有进步，保持着不退转啊！怎么能保持得住呢？要读诵大乘，你才能保得住。你要不读诵大乘呢，你就保不住了。你也就会被烦恼习气所转了。大乘经典不必太多啊，专修净土的这几种，如果没有时间，没有能力读诵这些大乘，你就依靠十善业道。十善业道就一十条，哦，这个好办了嘛！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淫欲，啊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绮语，不恶口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，你就依这个十条。这个十条呢，
三辈往生里头有啊，往生正因里头有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一部《无量寿经》呢就够了，净业三福都在里头啊！我一生就依这一部经，每一天读诵、受持、为人演说啊，净业三福统统具足了。菩提心也就足了，念佛肯定往生嘛。这个时候你虽然没有妙观察之看到你，哎，有一点像，为什么呢？你把这个世缘看淡了，你不再分别，不再执着了，一心啊想往西方极乐世界，我在这个世间是做客的，是来观光旅游的，我何必认真呢？过几天我就走了，我到极乐世界去了，自然看淡了，看淡了啊，你什么都放下了。别人回谤我，不计较，放下了；侮辱我、陷害我，统统放下了；恭维我、赞叹我，我也不会生欢喜心。对这个世界毫无留念呐。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好，不再计较了，不再执着了，你们大家说这么好就这么好，我没有意见了。六根接触外面境界，不再起心动念了，不再分别执着了，什么都好，你们大家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好。有一点点的像，哎，平等性质；有一点点像，哎，妙观察质。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，由于破分别我执啊，你要晓得这个我执有两种，一种叫分别我执，一种叫俱生我执啊。你破了一部分分别我执啊，这个我的执着你放下了，换一句话说，不再分别执着这个身是我，地起莫那了，跟四大烦恼常相随的脱节了。莫那是哪四种烦恼常相随呢？时时刻刻集合在一起，真的一刹那都不会中断的。第一个我见呢，我见是见，就是你见解，就是分别执着啊，你分别执着有个我，实在讲是莫那时的一分呐、啊。你把这个执着是我，
啊，我见了。你看《金刚经》前半部破四相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后半部啊，破我见，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。啊，哪些人破了我相呢？三贤位菩萨破我相了。是住是行是回向，什么人破我见呢？初地以上登了地，我见破了。所以三贤位呀，破这个四相是相似位呀，登了地呀，破四相四见是真实位了，分正位了，那境界不一样了。我见破了，放下了。我爱也放下了。事出世间一切法，不再有我爱的了。啊，我吃放下了。不再有我吃了，啊，我吃放下了，智慧就现前了，自信般若智慧呀，就往外透了，我慢没有了，这四大烦恼啊，我见、我爱、我吃、我慢。那我们念佛人呢，在现前虽然没有这个功夫，要知道如何破我执。你只把这四大烦恼放下了，可以说呢，你是观行位中的破我执啊，你在做了。我见没有了，你对于一切众生，你能生平等心。我们常讲，平等对待呀，和睦相处啊。为什么我们做不到？啊，所以我常讲啊，修行功夫。从哪里看呢？看你处事待人接物，什么样的人你都能跟他处得好，你修行算是功夫得力了啊！功夫得力是观行位，这个人不能相处，那个人跟他处不好，你完全是凡夫，一点功夫都没有。为什么一分一毫你都不肯放下吗？啊，这个对于往生产生严重障碍。啊，心里想往生，实际上你去不了。啊，所以我常常教人，为什么那么样强调六合敬？六合敬是你功夫刚刚得力，你所表现的决定是六合敬的境界。啊，见合通解，他跟我解不同，我跟他解同啊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不再攀缘了，不再执着了，我可以随缘。那有什么不好相处的呢？那很好相处了。我不再执着我的成见了，我的想法，我的看法，我觉得怎样怎样，没有了。啊，
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总沾一点边了嘛。你们大家说什么好都好，只要不出大毛病，只要不出大纰漏，多好啊！实在有严重不善的后果，我会给你提一句，给你提示一下。如果不是很严重的不善的后果，都不必说了。像这个往生这个事大，哪些严重的障碍我不能不说，说我要不说我对不起你们啊，说出来之后你能不能理解，你能不能接受，那是你的事情，我的本分做到了，你能信能解能行，恭喜你，我们同愿往西方啊！你要是不信、不解、不能依教奉行，那慢慢来吧。反正西方的因已经种下去了，来生后世啊，你总会去的。到时候。我们还会相聚在一堂不过往生西方呢，在时间上啊有先后差别，不一样了所以诸位真正了解这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一切众生平等了。我爱放下了，这个很重要这是什么呢？贪烦恼我吃放下了，心地明了了，长生智慧呀，不生烦恼了。我慢放下了，慢是嗔恚的一分。你看看贪嗔痴习气。虽然是居身的习气有分别的这个烦恼放下了，分别放下就是我们常讲福烦恼啊。烦恼虽然没有断了，确实控制住了，不起现行了，这样念佛往生没有障碍了。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锻炼，特别是在人事环境当中我们面对着善运顺境，绝对不起贪念之心住在这个世间就像住旅馆一样，明天我就离开了这里有什么好留恋的？恶缘逆境一佛如是，没有一丝毫嗔恚心，这里不好我还是跟大家处得很好，我明天就离开了吧何必跟人结恶缘呢与一切众生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，不分国家，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乃至于对一切动物、一切植物、山河大地我们只有一个真诚、清净、平等的
感恩之心。我到这里来旅游，虽然时日不长，他们对我的照顾，对我的供养，我不能不感激啊。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，你把这个四大烦恼常相随，不能不放下它。这个事情我们是可以做到的。转第六识为妙观察智。因为你还没有能放下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里面含藏着无量界的细气种子，这个时候还没有能转得过来，开始也是从观行到相似到分证。阿赖耶没有转成大圆净智，前五识就不可能转成成所作识。这个道理，事实真相不能不知啊！佛在《大乘经》上告诉我们，到如来国地转八识成四智啊，才到究竟圆满。所以畜生法界广大智啊，这个时候初地菩萨他们已经他讲因地上转了，把这个第六记第七转成智，这两种智慧转过来，他就普见十方无量佛，前面总说的讲神通境界等虚空，十方众生迷不见的，他为什么能见呢？转八识成四智，六七因上转，他已经转了。五八果上转，他还没有完全转过来，因上现在已经转过来了，慢慢的那个果就会自自然然跟着转了嘛。所以他不是同时一下就转过来。因转过来之后，果慢慢的成熟。这个道理我们能想得通不是很难懂。普见十方无量佛跟第一首偈神通境界等虚空相应的，十方众生迷不见了相应的，你看这个果德多么殊胜。确实是我们需求的。诸位同学要知道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土的菩萨，他们确确实实
烦恼没有断呐、啊，八识没有转呐、啊，但是他的智慧、神通、道力跟地上菩萨相等，这是什么原因？其实不思议法。真的是难信之法了，菩萨修行无量劫到这个程度，你怎么这么便宜啊？你怎么一生就成就了？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。下莲居老居士记着这个难信，难信，真难信啊。他是实话了，不是说我们人难信啊，菩萨难信，声闻缘觉难信啊，怎么可能有这种法门？这个法门，为佛与佛方能究竟啊，等觉菩萨都搞不清楚。这都是真的。啊，我们这一生能遇到，能了解，要不发心，认真学习，那就是李老师的话了。非愚即狂，他要不是愚痴人，那就是狂妄之死。啊，他不去这个法门的。换一句话说，正常人他一定接受，一定认真努力去修学。他在这一生当中会成就啊。现在请看二谛，一切法中立垢谛，本众生数持净戒，亦与多劫广修行，供养无边诸佛海。舍利菩萨跟前面一样啊，他们所修学的，给诸位说，还是十波罗蜜啊，初地修布施啊，二地修持戒，每一首偈都有四个意思啊，实际上一句是一个意思。第一句，句法标明啊，他所修学的这个法门说出来了，一切法中啊立垢谛啊，这是二谛菩萨。垢是烦恼的代名词啊，二谛菩萨修持戒波罗蜜啊，这等众生数持净戒，这个净戒不是五戒，不是十戒了。我们今天看到五戒十戒都觉得太多了，都觉得受不了了啊！比丘戒250条，都感觉到很困难。到二
二地菩萨他们所持的戒，这个戒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规矩啊，守规矩啊。佛家常讲啊，三千威仪，八万细行啊，那是凡夫地所修的，这是圣人的，是菩萨摩诃萨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尽虚空变法界，一切刹土，刹土里面所有一切众生，菩萨跟他们相处决定不犯过失。心地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，我们修行说是功夫不错了，他心里都还有妄念，比起一般人好，这个妄念微细了，跟菩萨比这妄念非常粗非常严重。我们比要往上比，不能往下比啊！往下比自己好像就觉得很满足了啊，很不错了，往上面一看呢，自己差很远，才能提得起警觉心呐。才能够发奋向上啊，自己知道自己不足啊。我们修净宗的要不要学习呢？要。为什么呢？增高品位，这是对自己来说的啊，这是自利，利他更重要啊。我们表现种种守法的这个形象啊，那是我们供养无边诸佛海啊。我们能不干吗？我们拿什么供养诸佛如来？拿什么供养阿弥陀佛？啊，拿什么供养本师释迦牟尼佛？拿什么供养九法界一切众生？没有别的呀，只有守规矩、守法。啊，做一个好的形象，这个形象就是佛教的代表啊，佛教代表，佛教导这一个学生的代表。所以我们像不像啊？像，那是佛的好学生好弟子；不像，是佛门的罪人呐。最低的标准是什么呢？三福六合啊，最低的标准。如果这个标准没有，正法就不能住世了。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干法？没有别的，为佛法，为众生啊。我们帮助正法久住世间，所以我们要不认真修三福六合，
我们就是希望这个正法不要住在这世间啊，我们在破坏正法，在毁灭正法。诸位想想，破坏毁灭正法，你怎么能往生极乐世界？啊，夏莲居老居士不知道说了多少遍，这个事情真干，不是敷衍的，不是装假的。啊，你要不是真干，你错了。敷衍塞字，搞假的，不搞真的。我们一般人常讲的阳奉阴违，国报在哪里？我们可以说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国报在三途，三途当中的地狱啊，不是魔鬼出身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对不起佛教，对不起诸佛如来，对不起一切众生。问题在此地啊。啊，净宗学会成立，我们定了五个修行的科目，简单明了啊，希望净宗的同学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要与他相应。我们做佛的好弟子啊，这个好，说实在话不是十分的好啊，能做到的三分四分就不得了了。至少我们不是在灭佛法，不是在回气佛法啊，世界人看不见我们，九法界的神明他们看得见啊。我们起心动念的，他们知道啊。你看看地上菩萨，只要登了地了，他们六根的能量就进虚空变法界了。我们一举一动他看得清楚，我们起心动念他知道啊，他那个神通、他心通便知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的起心动念。所以我们能瞒过谁呀？啊，你要说瞒人，那真是自欺欺人啊。我们做不好什么原因？愚痴，经没看懂，没听懂，那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啊。为什么呢？做不到嘛。啊，应当做个，我这个水平很低啊，三成四成啊，实在讲说一成都做不到
几个人能做到一成？说老实话，做到一成不能往生。要往生，至少要做到两成。换一句话说，80%我做不到，我能做到20%。我在讲《无量寿经》时候多次说过，凡圣同居土啊，下下品往生。观经上，佛讲得很清楚，下下品往生是什么人呢？都是造作无逆十恶之人。我们是不是造作无逆十恶呢？是啊，我没有杀父母啊，我没有杀阿罗汉呢，我也没有破佛身学啊，没错。这些罪名好像你都没有，你破坏了佛教形象，你知不知道？这个事情严重了，破坏佛教形象等于破活佛身。无逆里头犯一条，就是阿鼻地狱罪。所以我这个形象不好啊，出去让人家议论，让人家批评，我就对不起佛了，就对不起九法界众生了。无论在哪个地方，我们起心动念还是想搞特权啊，不守规矩，不守规矩，这个才值得啊荣耀的事情啊，以为这是荣耀，不知道啊，这种心态行为造阿鼻地狱的业因呐！规规矩矩的那种人，在你心目当中，那是愚人，瞧不起他了。是的，瞧不起的人，往往这个人往生了。你们想想看，地仙老和尚的徒弟锅炉匠，谁瞧起他？修无私谁瞧得起他？真干啊！你瞧不起他，他瞧得起你；你不尊重他，他尊重你。你往三途，他到极乐世界。我们老实讲啊，学佛那个痴很难断的，我们这个痴是非常非常严重啊，怎么说都不开悟啊，都不回头。我们在旁边看到很难过，但是无可奈何啊！我讲这个最近这些年讲经讲得很详细了，完全落实在生活当中了。
啊，觉悟的人有少数，太少太少了，不能够理解的多数啊。啊，不知道回头啊，不懂得规矩啊，啊，这是真的。佛在《无量寿经》是在讲，对我们这些发心弘法利生的人，有几句安慰的话，啊，苦口婆心教诲。别人不领情，并不感激你，他也不懂，他也不会照做。啊，佛说了，这些人心人无知啊，不涉道德，无有愚者，殊无怪也。啊，我们听佛这几句话了，心平下来了。啊，知道这些可怜的众生，啊，他是真可怜，真愚痴。他先人没教他，啊，所以他种种的过失，不要去怪他。啊，他确实是要堕落，那没法子。诸佛菩萨都救不了他，啊，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呢？我们能尽到的这个尽心尽力做的，可以说都已经做了，问心无愧了，我们对得起这些人。更重要的是自己，自己一定要读诵大乘大方光佛华严，是大乘当中的大乘，古来祖师大德们公认的，这是一乘教啊。一乘大法，古大德只说了三种：华严、法华、梵王。超过一般的大乘呐！世尊在《法华经》上讲啊，唯有一乘法，无二亦无三呐。慧权归实啊，华严、法华、梵王一乘大法，有能力的，有时间，有这个缘分，哦，那深入这个好啊，为什么呢？对于自己境界决定提升，对于自己断烦恼生智慧，肯定的增长。啊，可是诸位一定要知道，净业三福是基础。啊，十善业道是大根大本，尤其世尊的这个极重要的开示。菩萨有一法，能离一切世间苦。一切世间是九法界，这个法就是昼夜常念观，这思维观察善法，不容毫分不善夹杂。就能离九法界苦啊！啊，那再加上
持名念佛求生净土，是不是一生圆满成就？十善业道不能不懂啊，不能不行啊。这一首偈子里头，不能不持戒，持戒念佛，意欲度集广修行。前面我们读过，这些菩萨们修行，一戒是多，多戒是一，持戒决定具足。就是包含其他的九个波罗蜜多，持戒就圆满了。真的是一戒一切，一切皆一，以这个来供养无边诸佛海。不止四百亿佛啊，我们在无量寿经看到阿舍王子过去生中供养四百亿佛，你看人家真的供养无边诸佛海啊。我们要努力，要精进啊，决定不能够得少为足，那就错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